1970年代，在这里新建了一座回教堂，也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间，这里就成为了回教徒的聚集地，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人周末好去处和游客的旅游景点。 Yeah. You can go out, upstairs. Yeah, maybe we can. Yeah.